半山的司徒拔道，自港英时期一直是达官显贵出入之地，住客不仅富裕，更需要拥有地位。据说当时华人能在此买地起楼，足以证明他有权有势。而景贤里这座拥有78年的大宅也是如此。原名西庐的景贤里是一栋柔和中西式风格特色的建筑，为全港罕见而出色的建筑艺术品，红砖碧瓦，古色古香。这里还曾一度面临拆除的局面，幸好香港特区政府将其列为暂定古迹，才得以保存其全貌，替人们留下这座历史文化的瑰宝。